来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最喜欢跳舞的 Rita 姐姐。Rita 姐姐每天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小朋友跳不一样的舞蹈哦。今天我们要跳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她有大大的剪刀手，这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它就是螃蟹。我们要一起来跳螃蟹舞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有去过海边吗？海边啊，有很多的螃蟹哦。螃蟹啊，它有大大的剪刀手，而且啊，它们都横着走。每次啊，它们都走得好快哦，让瑞塔姐姐都追不上它们哦。今天啊，瑞塔姐姐要来跳螃蟹舞。今天我们请到了好好来跟我们跳螃蟹舞。好好，你喜欢螃蟹吗？喜欢。好棒哦！那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也要跟着我们来跳螃蟹舞哦。准备了，我们来先算算看，螃蟹有几只脚呢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。那另外一边呢？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。哇，它们两个合起来，手手粘在一起，就变成八只脚的螃蟹咯。来，我们螃蟹先走走。来，哇，好好，你的螃蟹在哪里？我们来看看好好的小螃蟹。还有瑞塔姐姐的大螃蟹，好，来我们走走，爬山，过河，游泳，再来爬山，好好来这边，跟着瑞塔姐姐，带着螃蟹，好，好棒哦，来，好好，我们现在啊，瑞塔姐姐的手要借你，变成螃蟹的沙滩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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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好好的小螃蟹跑得好快哦，那瑞塔姐姐也要借。好好的手，哇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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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哇，瑞塔姐姐的螃蟹也爬得很快哦。好，来，好好，螃蟹还有什么啊？是不是有大大的剪刀手呢？好，来，现在，好好，我们的剪刀手摆在眼睛前面，很好哦，咔吱咔吱。好，来，要学螃蟹横着走。一二一二，换边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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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好都学会了耶！好，来，小心不要被瑞塔姐姐的剪刀剪到喽，咔吱咔吱，小心哦，咔吱咔吱，好好棒哦！好来，好好，我们现在要带着螃蟹脚要去走路逛沙滩喽。好，哎，好好。有海浪过来了，有危险了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我们要停住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抬头看看，海浪过去了吗？过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耶，走快快哦，好好，别忘记你的剪刀手哦。啊，又有大海浪来了，赶快躲起来。哎呀，看看，好好，我们抬头看看，危险是不是过了？对，走喽，要回家喽！咔吱咔吱咔吱，哇，好好，已经学会了螃蟹舞了。那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是不是也学会了螃蟹舞呢？现在啊，要跟着瑞塔姐姐一起来变成可爱的螃蟹喽！我是螃蟹。现在我们有四个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跳螃蟹舞哦，我们现在要来复习一下螃蟹舞的动作。好，来，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把手手并在一起，变成小螃蟹哦。好，我看看琪琪的小螃蟹，啾啾啾啾啾，啊，琪琪的小螃蟹，来，
黄豆，我看看。哇，好，现在瑞塔姐姐的大螃蟹要来找。不是你。哇，中中的螃蟹有毒啊！那我看看。好好，你的螃蟹可不可以救我？哇，浩浩帮我复活了，好棒哦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变成螃蟹的大剪刀手，来放在眼睛前面，好，咔哧咔哧，要小心哦，剪刀手很危险哦，要离自己远一点哦，不要被剪到哦。好，来，咔哧咔哧，来，往旁边剪一剪，往这边剪一剪。很棒哦，大家都学会了。再来再来，就是螃蟹哥哥哦，螃蟹哥哥啊，喜欢走路的时候挤眼睛，还有缩脖子哦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动作，小朋友可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呢？我看看，黄豆，你的，螃蟹哥哥的，眼睛还有脖子，哎呀，好可爱哦。再来，琪琪你的呢？啾啾啾啾。啊，好棒哦，要一起来哦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学会喽，我们现在要来跟着音乐一起来喽。好，准备开始咯。来，胖胖的身体咔咔咔，大大的爪子咔咔咔，八只脚啊横着走，八只脚呀横着走，螃蟹大军最强壮，螃蟹大军最强壮，螃蟹哥哥爪八个，两头尖尖这么大个，眼一挤呀脖一缩，爬呀爬呀过山河，螃蟹弟弟爪八个，两头尖尖这么大个，眼一挤呀脖一缩，爬呀爬呀过山河，螃蟹大军最强壮，咔吱咔吱咔吱咔。哇，大家都是好厉害的小螃蟹哦，来准备咔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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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跳螃蟹舞。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跳螃蟹舞哦，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开始吧。一只脚，两只脚，三只脚，四只脚，四只脚把它并在一起，就变成八只脚的螃蟹哦。螃蟹横着走，来，我们往这边走，走两步，再走第三步，走第四步。好，螃蟹爬爬爬，爬爬爬，要停好哦，爬爬爬。很棒哦，好，螃蟹有大的剪刀手哦，咔吱咔吱，来这边开一下，那边开一下，这边开一下，那边开一下，来上上下，上上下，好棒哦。好，来小螃蟹粘在一起，哇，八只脚的螃蟹哦，哇，大家都学会咯，那我们现在要再来一次哦，准备好咯，一只脚，两只脚，三只脚，四只脚，四只脚的螃蟹粘在一起，哇，就变成八只脚的螃蟹咯。螃蟹横着走，来，我们往这边走一次，走两次，再走一次，很棒哦。好，来，螃蟹上上下下，哇，要停好哦，一只脚要站好哦。再来，剪刀手，咔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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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，咔咔咔。螃蟹就是这个样子哦，再来，两只手手粘在一起，变成螃蟹。哇，大家都好棒哦，大家都学会喽。那这一次瑞塔姐姐不提醒大家，大家要加油哦，准备喽。小朋友，今天跳的螃蟹舞是不是都学会了呢？跳螃蟹舞的重点啊，就是有两个大大的剪刀手，还有螃蟹有八只脚哦。螃蟹哥哥啊，最喜欢的就是边挤眼睛边缩脖子这样子走路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下次啊，小朋友到海边的时候，要仔细观察螃蟹是不是跟 Rita 姐姐今天教的很像呢？那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